日都洗澡，八点到洗。八点十分开始都早走，八点二十五就。今天才报名嘛，然后我们起的就比较早，歇的次数也就比较多。第一次走完以后什么感觉？特别累。然后上课呢？会打瞌睡，会发呆。回来这里，然后看书的精力，做完作业看书的精力也就没有了。